顶帽子的时候呢，我的经纪人来找我了。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反正我刚有一件事情，他们叫我不能告诉你们。对呀、啊，不要再讲了，好不好？对。然后这是顶帽子，我觉得超好看的。然后因为都不能出门，所以就在自己在家里戴着看，是不是？对，嗯、因为觉得给了就是还是要拍。对对对。好，你要给我什么？什么？哦，对不起，我已经忘了我要干嘛了。嗯，来来来，你的杂志啊、哦。是四月的这个封面。哎、欸，这四月封面好好看哦。不错哦。哦，你都帮我。里面这张好看啊，你这张很漂亮。你都帮我翻好了。对啊，气质。那时候去法国的时候，觉得那超厉害，背景超厉害，太漂亮。凯旋门是你的背景，有没有？对啊，这个。现在大家不能去，可以看一看这样。你知道吗？我拍这一张的时候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景实在太漂亮了，然后我觉得很想拍。然后这件衣服其实算偏秋冬款或是春天的，所以它的材质是非常非常厚的那一种，所以穿上去的时候非常的热。然后加上这件连身裤是我在巴黎买的，跟一个独立设计师买的，它也是那种毛料的。再戴一个帽子哦，对，戴40度、就是，然后有热浪，随时拍都很像大片哦。然后我拍完以后，满身汗吗？不是，就头晕，就中暑了。哦、那个时候很热，对，就中暑了，对对对，这样子，是一个回忆。然后这主要这次是干洗手的东西，然后也希望在这次的疫情可以给大家有些许的帮助，这样子，那记得去我们的网站看哦，去买哦，然后去买哦，好，要拜拜喽，要买音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